当狗狗突然出现反常的大量喝水和排尿的时候，原因是非常非常多，但是都是一个比较不好的结果。第一个可能是有一些内分泌方面的疾病，例如甲亢，另外一个可能有肾脏的疾病。肾脏的疾病最明显的一个症状就是大量喝水排尿，但是当肾病发展的后期会出现没有尿液的情况。所以说当我们发现狗突然间出现大量的喝水大量的排尿的时候，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系医生到医院进行就诊。